大家好，我是花姐啊。今天我们继续到乡下这个地方来和老夫妻这里一个街子看一看。哎，你好，叔叔。你好，我们是从那个老头子老夫妻老虎什么的，您家里是有那个老头子生意吗？哎，那说了一个呢，这个生意好吗？现在生意也一般是吧？那个以前我们是说那个老就是那个过去啊那些，大家要点赞膜，要点赞那些老夫妻啊那些，过去的东西我们公司的人可以都转给我看一下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在这等你啊，那我就不到里面去了啊。啊，能给我找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好的好的。老人家去找去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一下，耐心去等等一下。我们出门做生意都是讲哦，要我出的钱采卖是吧？这个老人家给我找了两件，哎，一万多块钱，这个东西要一万块钱，老夫妇要这么高嘞？这个哎，叔叔这里烂了嘞，这个鸡的嘴巴都没有了嘞。哎，您没保管好哦，这里烂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嗯，这个是个，这里面也很多灰尘啊，也一包，哎呦，这么多灰尘。啊，都放在这里好多年没用了啊。这是一个窑变的钧窑的一个漆器，应该是过去一个酒。应该是温酒的，是个酒文化的一个东西。这个窑变东西这里也有刻缝，这里是窑变的一个包，窑包，可惜了，这里一个嘴巴没有了。你这个嘴巴应该是搬来搬去那个要使用的时间搞那的，可能是应该有20公分高啊，它的高度应该是20公分，可惜了，这件好东西烂了，这里残缺了，这里烂了，这里烂了。这个呢是个铜的啊，这个怕有一鸟斤重啊，这么重啊。对，这个应该是那个，应该放在城台上面的那个上面做镇，应该有一对了，这个只有一个是一，这个是一个的，它是单独一个的是吧？这个应该有18公分去了，它的长度应该在18公分，高的话有8-9公分吧，应该也有8-9公分啊，有差不多鸟斤重啊。这个是一个正折的吧，这个应该是啊，放在家里面保平安的啊。放在城台上面的，东西很漂亮啊，就是可惜这一件烂了，就这一件可惜烂了。这个你8000块钱出不了这么多钱了，叔叔。这个最多给你出500块钱，因为它烂了，主要是这里烂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烂了，看到没有？没办法，这东西烂了就不值钱了，知道吧？它烂了的话，它的价格就低了，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了。主要是您自己当年可能是运来运去，不，它古董，它那个瓷器是讲究那个完美的，如果你完美的话，它的价格就高；如果你不完美的话，它的价格就是只有1%的。本来这个东西值一万的，但是它这样下来就是只几百块钱了，这样子。啊，您觉得可以接受的话，我就给你买了500块钱收费了。5块钱还是卖得了嘞，因为这东西烂了，你放在家里面也没有别的用处，是这样子。像这个正尺啊，没有人要了。这个漂亮的正尺，一个古董，一个还用着拿香缸。对，古董是拿找。像这个正尺啊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这个东西很好看，漂亮，
我就给你出1000块钱，可以，值1000块钱，好吧？就一个疼的，我这就给你出1000块钱。对呀，你干活的，你搞个老虎来。不费不费，叔叔您先。我这屋的，我叫老虎呀，我做。对对对，也没什么别的运气了，这个东西像我们。那就给你1600块钱了，六六大顺，好吧？加100块钱，好不好？也可以，我就给您拿了，扫微信给您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。对对对，也没什么很大的运气了。你像这个东西还要对，还要搓搓搓，还要滚来滚去的话，那全部会吸盘了，没一点运了。是这样子，我就1600块钱给你买了，好不好？还是卖给我算了，好吧？那我就直接扫微信给你了啊，好吧？这里有微信了，我就直接扫微信给你了。1600啊，好吧？没有这个那东西，只值了这么多钱，不错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感谢你们啊，叔叔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说的，都说出来。不会骂你的嘞，这个就这个主要是这个东西烂了，主要烂了，所以值1600块钱。就是运气好的话，肯定不止这一点钱了，是吧？啊，好吧，好了，钱已经给你了啊，感谢了啊，祝你身体健康啊。那么贵。